不生无佛国，不生邪见家，不生恶道。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生四处。九，菩萨成就如是戒具，诸天常礼，诸龙宗敬，夜叉常供，诸乾达婆亦常供养，阿修罗尽是，诸王婆罗门长者居士皆尊重之。智者常去，诸佛常念，诸天世人常施视之，常悯众生。十，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施四法，何等四？一，所谓不施菩提之心；二，不施念佛；三，不施闻法。四，即闻法已，乃至无量阿僧祇劫而不忘失，是为菩萨尽持戒具，不施四法。十一，若菩萨如是尽护戒具，不执四处：一，不执法灭；二，不执刀兵劫；三，不执饥饿劫；四，不执劫烧。十二，菩萨成就护持戒具，离十种位，何等为十？一，离地狱位；二，离畜生位；三，离恶鬼位；四，离贫穷位；五，离不称赞位。六，离诸禅位；七，离诸声闻；八，圆觉慧位；九，离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罗迦居半叉罗刹等位。十，离魁坏、刀杖、火毒等位；离猪、狮子、虎、豹、熊、壁及多乐叉；五，狼、蟒蛇、猫、鼠、百足、毒蛇、蛰、王贼等位。
十三，若常信奉于诸佛，则能持戒修学处，若常持戒修学处，则能具足诸功德。十四，戒能开发菩提本，学是勤修功德地，于戒及学常顺行，一切如来所称美。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丰埔石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欲往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，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纺出食物，有的做哞哞声，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。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：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口长庚暨林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仲海医师。到底要怎么使用次氯酸水才是安全又有效呢？次氯酸水跟漂白水作用类似，但刺激性较低。目前市面上的次氯酸水主要用在环境的清洁，应该是避免使用在人体上。民众若要清洁环境的话，也可以使用含次氯酸钠的漂白水，以1:100的清水稀释后使用。次氯酸水稳定性差，保存期限不长，久放会失效，照光容易分解。
要保存在不透光的容器里，并放置在孩童接触不到的地方，以免误食。民众若要清洁手部，应以肥皂洗手，不方便的话可以使用 75% 酒精。对抗武汉肺炎疫情，应从自身勤洗手开始，才是最有效预防疾病的方式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